我看，哦，这个好像做的要更精致一点，单买的比较精致。是啊。哎，啊，那个放整配套的差一点点。咻，才甩尾耶！嗯，才甩尾。这样才甩尾。咻。往后退呢？哇。那他可以跟他的朋友一起从山洞滑出来吗？嗯，可以啊，再咻咻咻。啊，你要多拿几台，然后我这边帮你做一个山洞，看谁可以滑进这个山洞。嗯，从上面的那个地方。这边吗？不是。这边。你要先让胖老爹站好。这样。对，从白色那里，对。这里吗？对，从白色的，要两个一起，要两只手一起，对。哇，超酷啊！哇，来让胖老爹躺下去，躺在地上，这样才不会掉出来。对，躺着。好，那你要拿哪一台？嗯，要拿几台呢？这样子。已经够多了啊！暴风不可以溜进去哦，会卡住哦。哦，行，来，我教你，你这个拿起来，然后从下面。太酷了，好，胖老爹关起来，有关好吗？好。哦，哇，可是你的三角锥跑出来了。三角锥。要两只手。对，答对了，三角锥放在这里的。嗯，真是太酷了，胖老爹。好，这是吴信义溜滑梯大赛。哦，所有的车子在车顶上 stand by， 准备滑下去，看谁可以滑进我这个山洞。啊，我滑到里面去了。要滑到这里面山洞，是谁可以滑进来呢？嗯，第一台蓝色车车可以滑进来吗？没有。哇，撞车了！我差一点点。啊，麦昆滑进来了！果然啊，这台翻车了啦。嗯，我卡住了。为什么它卡住了？绿色的太大台了。嗯，闪电麦昆。获胜！耶！闪电麦昆，是。嗯。他没有了，这个没有。对呀、啊。咻！撞到臭脚丫。他每次都会这样。嗯。他每次都这样，你知道？太近了啦。哇。太近了，你要后退呀、啊。你要后退，再后退，再退，再退，好，预备，go！ 啊，撞到翻车了！啊，闪电麦昆大晋级！啊，蓝色，看、啊、蓝色，谁可以冲进去山洞里面获胜呢？哦。